我们要来找一个姐姐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一个很漂亮的姐姐。是你？我好像看到了。是你吗？假装没看到。啊，哎，妹姐，妹姐，你好。嗨 ，Hello， 你好。这是徐光汉，我是光汉，他是广成，我是张广成，我们是今天的一日小帮手。啊，原来是你们。对，嗨，妹姐，希望今天能帮上你们。哎，你这样我没有认出来你是谁。真的吗？没有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有。要十指紧扣一下才知道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准备一个奖杯好了。你也要十指紧扣另外一边。上车，上车。哎，妹姐，很热。那现在要给你们第一个任务哦。我现在就要。当然，我现在要带你们去菜市场，把那些菜拿上车。搬货，搬货。对，好好。妹姐孙女有乖吗？她在我心里的形象完全破灭。我们其实就是想说看能不能来取代她的。对啊，前面重拍好不好？好、啊。前面都剪掉，换换来笑。你们真是太好的朋友了。对。几号记得吗？28028。零二八。好。好。二八永丰饼店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请问有一位杨小姐的。那个一个姐姐。哦哦。是吗？哦，真的。是吗？真的。好，那蛋给你拿。为什么？好，我拿蛋，我拿蛋。好。OK。接龙。带菜。三袋三大袋菜，对对，没错。接下来要去拿面包。面包。听说不是很大的店面，但是精致，好吃这样。就是这家吗？你好。昨天有一个厨师来订的面包，那个厨师对不对？哦。六条的话是1140。厨师哎。厨师对。是，这个厉害的，厉害的，这手工，手工。我第一天下海遇到什么样的？第一天下海，有这个我们有讨论过。希望遇到清纯一点。我是说心态，不是不是，就是人呐，人呐、啊啊，清纯好聊天嘛，好聊天。人有男人女人。这个不重要啦，这个真的不重要了，但是就。女的还是要讲，说是人气的女生部落格，我没有听清楚性别啊，女生是你跟我讲的哦，这样子。对。饭店有没有护士阿姨那里？有薛瑞做的。有，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。没有。好。停停停。没力气的感觉。好了，那个肉先拿进去，快。好好好。叔叔，我们回来了。啊，有点没跟上。Hello， 你好，光汉，光汉。说什么？然后这个光汉，光汉，光汉，光汉。然后广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然后来，赶快东西弄好，房间要去看房间。下一个任务要来了，要去整理。下一个任务要来，所有的怨恨 ，OK， 就是灌在薛瑞身上。好了。